咱们现在牛是262头，一直保持在这个数量。咱们的牛奶除了这个厂区家属工作人员，还有这个航天员也在饮用咱们的牛奶。咱们奶只保证期一周，你如果一周不喝，那个放的就不行了，就不能再喝了。因为咱们没有添加任何这个防腐剂啊，杂七杂八的东西。基本每一次来的航天员喝咱们牛奶都对牛奶评价很高，